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，那就是耶稣爱你。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我说一，他不敢说二。听到了没有？不管是他对还是我对，都是我道歉。艾辰与王彤携手走过十年幸福生活，却在17日戛然而止。王彤在上班的路上却迎来爱人周氏的消息，从拍戏现场赶回台北，大受打击的他在警局哭到腿软。在亲友的搀扶下，王彤强打起精神为爱辰处理后事。沉淀了5天后，22日终于首度发生。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，那就是耶稣爱你。王彤用脸书的私人账号转发了爱辰10年前这段演唱诗歌的影片。当时的贴文，爱辰写道：“睡前诗歌金曲，耶稣爱你。”王彤则用一个好字呼应，仿佛与爱辰对话般，令外界相当不舍。没有任何的困苦囚犯是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，那就是耶稣爱你。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神让耶稣爱你？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囚犯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囚犯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，那就是耶稣爱你。在世上没有人